而家就搭緊電車去北角去睇啟德九龍啦。話平又唔平，話貴又唔貴，中肯。但係佢的確設置咗特減價。啟德海灣位於成功道15號，分兩期發展，提供2138伙，預計嘅關鍵日期係2025年嘅3月31日。個 lift 嘅 lobby 平啦 ，OK 嘅。253尺入嚟可以做个鞋盖咯，一个长型嘅厅都够长。呢度就一家士多行，用窗户嘅呢个厨房就长型嘅 L 型橱柜，几正嘅。好就系，哇呢个露台好大。分体器摆在呢度啊，咁边个位置？长度、宽度有浴室，好简洁咯。睡房呢个系攞票嘅。主人房大玻璃，后边可以做个衣柜啦，做到顶啦 ，OK。以海洋为主题啦，色彩灿烂嘅深海奇妙世界，等访客咧亲身体验咗海滨生活，同时唤醒咗佢哋对海洋保护嘅关注噶。我听，我哋要望厨房蓝色嘅，好中意呢个色面。佢做呢个装修俾你，呢个就冇啦。系啊，个水流都够大嘅。个厨房好大，好大咁样讲就 OK 嘅，可以改 OK 嘅。哦，哇，呢个浴室好正。睡房、旅游房，有几贵？432尺嘅两房，露台咯，都几大。整个管理 OK， 靓嘅呢个细嘅，305尺一房。佢石面唔同咗，一字型嘅厨房，但系佢用咩啦？启德邮轮区之前卖嘅尺价大概22000至26000。現時呢個樓盤賣嘅均價大概19000多，如果高層少少應該賣到20000或者21000左右。呢口價拍賣去啟德城中心嘅20價去比，你只不過補多大概1000蚊嘅尺價，大概20000至21000左右。買嘅地段又會更加好，除非真係追求海景，唔係嘅話，真係未必買得曬。